面目啊。白 T 恤再加上牛仔裤，仍然掩藏不了穿了波波小姐之后美丽的曲线。选美呢，除了选出最让人感觉到亮点、最优秀的佳丽之外呢，每一种风情、每一种态度都能够表达出来。刚看到的是比较 casual、比较休闲自然的装扮，接下来呢就是晚礼服的部分了。当然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大家一边品尝美食，一些小小的跟大家呢一起拥有这个快乐的星期天夜晚。现场的嘉宾朋友们，今天的秀好不好看啊？好看啊。那今天美食应该也很好吃吧？哇，哎，今天礼拜天可以这样过，真的是蛮爽快的一天啊。是没错，有美酒佳肴，刚刚也有画画，也有唱歌，还有琴棋书画的展现等等。当然要看到我们这个波波小姐，我们整个佳丽，整个演示我们波波小姐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要用姚硕先姚硕，掌声鼓励一下下。还好你没有选波波小姐，他们都不用选了。今天您是主持啊，名嘴在这里啊，我要干嘛？你当然来跟我们高歌几曲啊。穿内衣的一点啊，没有，你不要对你的。不要对你的身材自暴自弃，穿着我们波波小姐，保证你会是今天的第一名。她真的太可爱了，她真的差一点要穿波波小姐了啊、哦！所以我还要准备一件。还有 SCD 啊！来，马上第一名呗！开玩笑，来这边，来这边请，来麦克风。哦，今天加量不加价、啊，这个临时被我们抓上来了啊！今天真的好多惊喜，我觉得我们主办单位真的好多的 surprise。哎呦！哦，哇，其实有备而来。大家不用害怕，它 CD 上面大概有三十几首哈。哎，这真的今晚真的不用回家了，哇，那下面不用回家了，歌听不完了。哎呦，我想说，我今天在台下看好戏，看看老朋友那个主持好辛苦哦，是我好不忍心啊，心疼你，看我还帮你留了菜，结果你好辛苦。好认真都没有吃啊！有吃了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吃了。跟你讲，还有配炒饭，我有帮他盛。真的吗？我有帮你好好照顾他。还能可以做见证，真的。他已经很纤瘦了，不能再瘦下去。纤瘦。他刚刚才，今天是四月一号愚人节。他刚刚才问王院长说抽脂怎么算的？然后帮他做人鱼线，人鱼线，钓鱼线就好了，人鱼线。好了，说真的，看到老朋友很开心呐、啊。那今天呢，也真的谢谢王院长，还有看到我们老朋友，我们的仙女，我们陈总裁，对，很开心啊。是，跟陈若仙小姐姐是很旧事。是啊，是的。就没有穿她的。我没有，啊、没有是。所以啊，我应该要跟你报道一下，我今天因为想吃饭，所以我没有穿来。啊，当然，我真来的也很开心、啊。人总有放肆的一天嘛，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情。因为我今天连续唱了三天的演唱会。是。我们昨天那边前天呢、啊、有演唱会是有欧美二郎、谢磊、叶爱玲，还有唐娜。上官名利、楼飘飘、大百合，是中油大楼那个，是中油大歌厅，中油大楼，哎，中油大楼大歌厅演唱会，对啊，昨天的苗栗也是有欧美二郎，有谢磊、楼飘飘，还有我，那已经唱了两三天，希望今天还可以唱得出来，可以啦。因为被抓上来，我都没有准备，因为今天早上唱了一个活动，所以身上刚好带个 CD， 那这样子啦，哎，播三 key 下来，播下来就过了哈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，姚明珠，姚明珠啊，姚淑荣，姚明珠，谢谢。可以了吗？也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兼两嘉宾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谢您，谢谢。
我们先来清唱几句，我想听听大家声音好不好？